大家好，今日摄影两分钟想同大家讲嘅系呢支俄罗斯黑房放大镜头75mm f/4。佢只要加上调焦筒同埋呢个相对应嘅相机接环，就可以用喺 M43 或者 Sony 嘅相机上面嘅。除了话影微距咧，你都可以用它嚟影下风景啊，或者人像之类咁嘅都冇问题嘅。多謝收睇，拜拜。